让一部嘅天使系开始尊重咧，庙里间吹讲也求中求俗嘅诞生，未开始苏醒咧。附近也向政府嘅防疫嘅阿姨诞生，反而真浪费，为啲廿礼拜两年期盼诞生派对嘅发通，为行卡度嘅民族来认识也好农产品。一泡泡紫色花嘅作物就会诞生，在庙里间包含万里、铜蛇、铜锣、草桥等等，山鲜、海鲜、乡镇，就一道农民来种，呢道行少诞生。万里镇农夫爱采一只白鹿，也就会适应嘅生意来判诞生派吹，透过诞生料理示范、花镜、被人发通等等，本看到乡亲认识一项作物。啊，生鲜的部分的话，我们现在在我们农会的爱情果园。我们都有在贩售啊，其实我们产销班的班员他们也有自体贩售。那现在依我们餐厅他们在用来讲的话，他买一包的这一个丹参来入菜的话，他们是会用200克的丹参，然后去熬一只鸡。呢度本面中用石粒来演示蛋神，万里镇农夫每点出各项蛋神料理，包含蛋神猪脚、蛋神面线、蛋神虾公等等。腌菜以后，做得品尝蛋神的香味。除了腌菜料理，万里农夫每度开发蛋神盐气液、蛋神盐气炖包，呢片面中来食蛋神。在苗栗目前为止有13个农友在苗栗县各个地方来施作，大概有1.778公顷啊，哎，那他有丹参的元气饮啊，丹参的料理，还有丹参那个一些可以放入到西点啊，或是入菜啊，或饮品里面都可以用。以下喺万里花海采飞土田嘅观光时节，主办单位咪安排盐乐飞、农山赞书、品尝发托，希望上到民众到万里来诞生表演。下个新闻总资讯，美丽报道。